尊贵的271号房间，王哥的果盘到了哈，请慢用。有没有人结账买单？欢迎光临，你好。请问需要袋子吗？需要袋子吗，先生？不需要是吧？行。一共271块，请问怎么支付？李总，您的会议时间到了。来了。我们今天的会议重点是教大家如何做一个完美的自我介绍。首先呢，你需要有令人充分相信的场景。其次，我还觉得你需要有深厚的台词功底。只要你有这两种，你离100分的自我介绍不远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艾克里里。你们刚刚看到的是我短短的前半生中走过的部分人生经历，而作为唱跳歌手，是我从小就想做却从未提起的事情。今年我26岁了，希望艾克里里可以因为唱跳被你们记住，被你们喜欢。青春有你，有艾克里里，青春制作人，给我力量吧。现在是凌晨1点，我想对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还有在人生道路上非常迷茫的人群分享一句话：若要如何，全凭自己。因为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，没有什么不可能，也没有那么遥远，只要你迈出那一步，就那一步，你就可以看到更精彩的自己。所以人生的道路上一定要勇往直前，无所畏惧。晚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我是欧阳娜娜。我是宋妍霏西西。我是宋祖儿。我是李李蒋颖蓉。我是爸爸。艾克丽丽要参加青春有你了，祝你在节目里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表现，更上一层楼，然后希望他可以享受这个过程，祝你取得好的成绩。我在这里为你打 call，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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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